发现一个隐藏任务啊，兄弟们！传送到广场的步行区域这里，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，跟他对话一下，然后他就让我们去地铁口找他的同事。我们直接点开地图传过去，就门口有个帮布，旁边这个，我可以聊一下，聊完了又要回复一下，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跟他对话，这样就截取到了一个隐藏任务。邦布之玉，48级高危。这个副本是个小迷宫，给大家讲一下：开局选右，进到下一层以后呢，继续选右，然后选上，选左，选下，再选下，选右上，选左边下面这个，紧接着选上。打完怪以后选右，再打完以后就是跟着走。下去回复一圈，接着左上角打最终 BOSS。想要快速通关的就跟着走就好了。最后这个人物做完了以后，再回去回到广场，传送到统治贤者那里跟他对话就结束了，又能额外领一波经验。哎呀，真得闲逛呀！这不闲逛，你这哪能接到这个任务？是不是？而且不只是闲逛，还得仔细看他们说的话，NPC 说的话。没事儿，真得闲逛。你不闲逛，你等级升不上去啊，兄弟们。你看这任务，你要不仔细看对话，就错过了。